小米11 Ultra 背后这块小屏幕真的没用吗？来，我给你玩个花出来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其实对于这块背屏，官方展示的应用场景就有很多，接接电话，看看关键信息，呼出小爱同学，或者显示点你喜欢的文字、图片。当然，更重要的应用还是背屏预览拍照，用后置相机来自拍，效果自然是吊打任何前摄的。那其实到这里，这个小屏幕已经值回票价。还有啥呢？注意前方高能，这可能是最小的可以刷抖音看电影的屏幕。相信我，半米之外都不知道你在干嘛，只知道你在盯着屏幕后盖，你甚至还能玩游戏跑图、英雄走位都没问题。应该没人见过这么小的游戏画面吧。如果你非问我这有什么用，哎，就是玩抖音。